诗歌呢，是我们的青少年这一段的时间啊，练习送给在座的亲朋戚友，还有每一位的弟兄姐妹。接下来我们有一首的诗歌，今天我站在这里的时候看下去，看到很多的新脸孔啊。如果你是新朋友的，请你举一举你的手好吗？啊，如果你是新朋友啊，请你举一举你的手。有像当中的新朋友来到我们的当中。这个环节是特别给新朋友的，这首的诗歌是特别送给你啊！如果你是第一次、第二次来到我们当中，我们愿意跟你说，耶稣爱你啊，耶稣爱你啊，我们愿意跟你说，耶稣爱你，他能够救你啊。我们如果你是第一次、第二次来到我们当中的，请你举一举你的手哈，我们有一些的小礼物啊，要送给我们第一次、第二次来到我们当中的新朋友啊。后面有没有新朋友啊？请你举一举你的手啊。如果你是第一次、第二次来到我们当中的，耶稣爱你啊，他能够救你。他能够给你的生命是一个丰盛的生命，他给我们的人生有盼望哈。还有没有哪一位新朋友啊？有没有哪一位新朋友啊？如果你还没有拿到礼物的话哈，请你举一举手，我们有一些的祝福啊，要送给你们哈。都拿到了吗？都拿到了吗？啊？你都拿到了礼物吗？哈，新朋友们，哦，耶稣爱你啊，他能够救你。
诗歌，或者是有哪一个的分享是感动你的心，想要让你更多的认识这位主耶稣，或者是你的人生有一些的重担，你有一些经济上的问题，你有一些家庭的问题，或者有些是你自己知道别人不知道的，如果你愿意进一步的认识耶稣，接下来这段时间我做一个很短的祷告，我祷告一句你跟一句，主耶稣是听祷告的神，他一定能够帮助你，他能够拯救你，拯救你到底，正如他今天帮助我们，拯救我们，所以我们才能够站在这里，我们一同来祷告。亲爱的主耶稣，我今天来到这里，我把我的生命交给你，我不是很认识你，但是我知道你是一位神，你能救我，你能帮助我，你爱我，所以我将我的生命交给你，我愿意用我的心相信你，我的家庭，我的事业，我的经济，我的人生，你来掌管，你与我同在，你成为我的救主，我愿意相信你，接受你，你垂听我在你面前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门。主耶稣祝福在座的每位新朋友，把主耶稣的爱，把主耶稣的救恩带回去。等一下我们会今天完了以后我们会在一起哈，盼望我们的弟兄姐妹能够更多的跟我们的新朋友分享到关于主耶稣的救恩啊。我们这个时候呢，还有一般的弟兄姐妹要来这里跟我们一起再唱一首的诗歌，迎接新的一年的到来啊！我们唱新的一项，新的方向。请会中啊，我们可以坐下。所以弟兄姐妹、亲戚朋友，早上我们很高兴能够来到神的家中，在这里来赞美敬拜我们的神的名。所以早上他的主题带给我们，来到神的面前，我们就有满足的喜乐，再加上一句，在他右手中有永远的福乐。所以今天早上不但我们要来到神的面前使我们得救，我们我和我们的家，甚至我们家族都要被得救，在耶稣基督里，因为有新的事，有新的方向，有新的祝福，新的丰富要临到我们众人。你们新的方向。
那个新的世代当中，阿们我们也要把一些荣耀归给他。弟兄姐妹，我们可以自由的坐下。